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清楚，一定是有人出卖了我。宇阳内部有问题，你查到什么了吗？目前还没有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这个内鬼救出来。日本人已经开始挨家挨户搜查了。蔚蓝，你必须跟我回去，你的户口不在这儿，被查出来就危险了。你放心吧，他在我这儿很安全。我的危险不重要。这样，我们从小林川遥那儿得到了一份日本化学工厂的兵力布防图，你们看一下。从这份图纸上可以判断出他们的兵力布防情况。你把他带到远洋公司那边，我们希望你通过电报的形式发给我们各级通知，然后咱们通力合作，捣毁这个工厂。算我一个吧，杨大哥。多一份人，多份力量嘛。尤其像赵北这样的，有战斗经验，好吗？好，那指挥权算谁的？我们都有上级，这些我们说的不算。事不宜迟，蔚蓝，在这等我，替我照顾好他。はい、カカ、さっき電報を取りました。ベイヤン会社から出だしたものだ。なるほど。張先生、看看吧。哦，抱歉陈老长官，郑某看不懂日文。这上面说的是你上次修改过的化学工厂的地形图，已经发给共产党了，你怎么看？川岛阁下，既然共产党已经收到了这份图，就说明他们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，咱们要做的只是收获。还疼吗？没事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我不许你走。你听我说，我听你说的够多了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我对你好吗？好，一直都好，只是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。记住，我一直都在。你放心，等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会天天在一起。你还要回到那儿去啊？啊，你的那个家，那不是家，那只是远洋贸易公司的一部分。我还担负着潜伏任务，我必须要完成我的使命。全不懂你，每次都是。可我还是喜欢你劝我。不要紧，坐吧。我知道你一定有好多话想问我，比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怎么会跟张北在一起，是吗？我怎么可能不想知道？如果不是张北，我那天就死了。梅兰，你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，但是我希望你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。张北和共产党的人走得太近了，现在奉天站里说三道四的人有的是，我根本就压不住了。你不用担心我了，还是先想想怎么摧毁日军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吧。我怎么可能不担心？喂，我是，是，属下明白，马上到。王老板，让我们现在过去。你们都是党国的栋梁，现在党国需要你们。我虽然不能保证你们和你们的弟兄们能不能回来，但是回不来的弟兄们，他们的妻儿老小，我王某保证养一辈子，效忠党国，
死而后已。这个地方四面环山，而且是一个口袋状，易守难攻，很容易受俘啊。阿同志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他就算是个骗局我也得去，因为这是蔚蓝同志用性命换过来的情报，咱们宁愿信其有也不能信其无。子清，这次由你亲自带队。是。王老板，蔚蓝身上还有伤，这次行动我就不让他参加了。我已经没事了。你负责监听日军的电报，有什么情况立即向王老板汇报。蔚蓝，子清说的有道理，这次你不用去。是。基本情况大家伙都清楚了，在找到核心位置之前，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先开第一枪，带上所有炸药还有爆破工具，找到核心位置安放上炸药，随时引爆，遇见敌人能打就打，不能打咱就撤，都清楚了没有？明白了。各位都回去准备一下，等我命令。是。子清，记住不能莽撞，要让共产党打前站。是。收到远洋贸易公司电报。他让咱们打前站，干了。南海同志，你常说的，将是为了40,000,000同胞的幸福，谁打前站都无所谓，这也是一个民族团结的事。是啊。那就是这样，大家伙分头准备。算我一个。张北。刘小姐，这么重要的事情能算我一个吗？好。我真的等这一天忍得太久了。哎呦。好了，大家伙儿各自准备。好好小心点啊。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啊？你也觉得不对劲？地图，咱们进得太顺利了。按地图显示，我们应该已经到了核心区域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咱们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于化学武器的设施。那这里是什么地方？
像是一个废弃的军工厂。铁哥，铁哥，你看，猴子到，带人准备安装炸药。是。哎，铁哥，让我去吧。张北，你找个聚集点掩护我们。上。 逃げるの？逃げるならまだやるぞ。 叫几个兄弟跟我说说去！等等，童木匠，我佩服你是个爷们儿，但是你得听我的，我去引开敌人的火力，你带着大家伙突围。兄弟，还有，大家。
带着我的人一起走。 小子，好样的！铁哥，小心！ 走！阿木弟，阿木弟。
兵力布防图是假的，兵力人数虽然都在，但是敌人一遇到我们的进攻，立刻丢盔卸甲。现在想来，他们就是故意在引我们进他们的圈套。确实，那里根本就是一个废弃的兵工厂，我也有化学武器标识的地方，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难道威南同志搞到的这张图是假的？日本人早就有所察觉，故意把假的给了他。从日本人的反应来看。 不太像啊，不然的话，他们没有必要在宴会厅上对威兰大肆追捕，而且把他打得重伤。要不是仗着及时出手的话，威兰不可能把地图交给我们手上啊。所以我怀疑，是中间环节出了问题，毕竟这张图不是威兰亲手交给我们的。杨书记，有一个深具要职的叛徒。好，这件事情我们会继续排查的。现在主要的目的。 是设法找到真的同志，啊！我来，不管为了铁哥，还是为了，我都有义务完成这个任务。这次任务非同小可，我个人认为，还是多派些人手，由你来协助完成这个任务。杨书记，这种潜伏任务人多了反而不好办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，我才能向您和铁哥。 证明我自己。你们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我的手底下可死了5个人，想好怎么交代了吗？薇兰，你真的一点都没查出来日军调兵的信息吗？没有。 看来日本人早就埋伏好了，这根本就是个圈套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可问题是，为什么进入了这个圈套？赵薇兰，我问你，我们为了得到兵力布防图，把你安插在了小林春瑶旁边，可是为什么最后共党得到了这张图？给我一个解释。没错，这张图是我亲手拿到的，可是当时我受伤了。之后的事情，藤子清先生很清楚。薇兰，你再跟他说一遍，免得他怀疑你。 还说我包庇你，我被日本人打伤了，就把兵力布防图藏在了一个地方，之后就晕倒了，恰巧张北把我救走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四周都是共党。我为了暂时的大局考虑，就把藏图的地点告诉了他们。共党拿到图之后，交给了你。也就是说，共党把地图换成了假的？怎么可能？你们也知道。 可以把他们一个全端了，张北也爽，这您也可以狠狠的敲了川岛一笔，咱也可以就此收手，好好的出国享享清福。这倒好，别这标兵的笑了个笑话，到现在一个重要的都没查着。郑先生，川岛不会怪罪您吧？怪罪。
你小子倒是聪明啊，有钱一块挣着，一到有罪的时候我一个人扛。告诉你，就算怪罪下来，你也跑不了。小子不敢，小子不是这个意思，小子跟郑先生那是一荣俱荣。郑先生，小子就是想提醒郑先生，这与其等川岛怪罪下来，咱不如主动相告，而且还可以把那个关键的人卖给他。你是说？请进，张先生，川岛先生来了。啊，川岛先生来了，快请。川岛先生，请坐。川岛先生此次前来有何贵干呢？我早就想看看你这儿是个什么样子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哦，这次的事情啊，都怪共产党，我们在行动上没有任何的纰漏，我们的计划也……你们的计划没错，你们的人也没错，全是我的错。郑某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太相信你了，所以今天我是来纠正自己的错误。现在外面有一大群士兵把这包围得水泄不通，只要我一下命令，跑了。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但是要让我看到你的价值。川岛先生，只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让你看到一个不同的结果。我们刚刚研究了一个方案，你会得到你想要的。你能找到张北？不能。但是，我能提供给你知道他行踪的人。干什么？赵薇如小姐，别怕，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走走走。哎，先生。哎，你们工厂现在还招人吗？大概不招了吧。那你们工厂是做什么的？啊，是做鞋的。哎，那您知道这附近哪还有工厂吗？站在前面还有一个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不用谢。
刚琢磨呢，您就来了，是吧？情况怎么样？有惊无险，是吧？哎，你看，哎呀，太好了，终于拿到了。虽然这几个点我已经排查过了，但是我还是想再去确认一下。不行啊，这么做的话太危险了。我知道，您又怕我冲动行事了。这次事关重大，我一定听您的。好样的，咱们俩商量商量。嗯，走。从这张图表啊，可以判断出各个工厂的病例人数、通讯记录，还有掌柜的名称。只能说明一点，这个地方是亡命度极高的地方。真是没有想到，日军竟然在张村驻扎了这么多的军队。要是早拿到这张真图，现在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找到化武之界。这张图表上面密密麻麻的，连个代号都没有。战村基地又那么大，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药剂存放在战哪里才有？稍微以上关衔的地方，我都已经排查过了，而现在唯一剩下的就是这里，防守最为严密。我觉得这里很有可能是最重要的化学武器制造中心。这样，咱们大家呢，好好分析一下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哎，张白，你跟我说一下你之前那个想法。金娜在临死之前告诉了我化学武器的藏匿地点，而现在川岛最想得到的就是这批化学武器原料。我觉得，是不是？你呢？在哪？你呢？胡说胡说！聪明，好，谢谢你的合作。不过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张北的住处在哪儿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知道你曾经两次给张北传递信息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喂，提上司令台。嗨。认识我，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？不用这么看着我，魏如小姐，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救国而已。你只要说出来张北的下落，我们就还是同事。
我跟他没有固定的联络方式，都是随时在街上碰到的。走。川岛先生，他这是骗三岁小孩子呢，纯属胡扯。等等，来，こいつ本当のこと言うまで毎日興奮して連れてこ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走。走。川大阁下，是我把赵维柱给贡献出来的，所以您才了解了我们组织所有的秘密。你别无选择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是有协议的。暂时我还不想把远洋贸易公司的人一网打尽。感谢川岛阁下的恩典，奉天站迟早会落到我的手里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下属的所有部门都会效忠川岛阁下。那就请你继续努力地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吧。明白，去吧。有魏兰的消息了吗？据负责监视的同志反映，魏兰同志自从进入了远洋贸易公司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出来。我怀疑是因为假布防图的事情而遭到了国民党内部的调查。现在，魏兰同志可能被软禁了。要不这样，战备，第一步计划我另外带人去执行。你去远洋那边盯着。不用，有你们的人看着，我放心的。如果魏兰在，他一定会让我先去执行任务的。